树叶啊。看到漂亮，厕所妈妈快坐上呀，吃饭呀，饭呀，要会非常非常上来看。啊，这个有点不舒服耶。小事一桩。现在让我把枕头变软。哎呀！我的枕头跑去哪里了？在这里哟，别跑走了，我去刷个牙，马上回来。如果跑走，每天过得很美好，太阳公公就能一觉到天亮。
要先从哪个魔术开始呢？啊哈！先试试看这个好了。熊熊，要看我变魔术吗？切！切！切！
也不是这个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都不对。哦，真无聊。是你啊，我在看卡通。熊熊，灯在哪里？Oh!
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地看电视了。烧起来了！
找到我的，杂志等下再看啦，你快去躲吧，我不会数到十，我只会数到五，一二三四五，我来找你了。谁没藏好，不是我的错。熊熊，你不会躲哎，你需要练习。找到了，熊熊，找到你了，熊熊。
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嗯，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看。